因为他小我九岁嘛，他会希望赶快结婚生小孩。那现在有另外一个追求者，就是也是医生，是内科的。啊、那就是他们俩给的金额加起来一个月差不多30左右。林薇薇被包养度日02级恐结之。现在单身生活还好吗？非常好啊。嗯嗯，看起来春风得意，好像有固定的追求者，是不是？嗯，有不错的对象，就是之前那个买画的学生嘛，他本来是来跟我学画画，然后我教他画画，然后后来就算有一点日久生情。50岁前九国民花林薇薇和小11岁的岳飞后代岳子楼离婚诉讼3年，今年初终于顺利回单。他接受三立新闻网专访，松口承认现在被小九岁的医生循环包养。现在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哦，对对，有牵手跟亲吻，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进阶到下一步。可是他是因为他小我九岁嘛，他会希望赶快结婚生小孩，因为他长子。那现在有另外一个追求者，就是也是医生，是内科的。那就是他们俩给的金额加起来一个月差不多30左右。但这两个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吧？嗯，没有跟对方讲，就等于双批耶。另外一个知道说有一个藏家有固定在支持我的作品，追求。对，然后另外一个他是不晓得说已经有聊到说要结婚生小孩的这个状态了。对，所以但是他们都知道我的事情啊。另外小我12岁嘛，是吗？对，然后他也是还没有结婚，他也是想要就是结婚生小孩。那另外一个他说，如果去国外找代理孕母，他是可以接受的。对对对，所以小12岁那个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的，而且他觉得只要是真心相爱的话，用什么方式都无所谓。那你为什么不跟小12岁的交往？嗯，也不能只因为他答应我代理孕母的事情，是不是应该也要两情相悦？看来是小九岁的医生比较能虏获林薇薇的心，甚至在他糖尿病牙起来住院时，医生贴心把屎把尿。那时候是完全无法下床去上厕所，是卧床，很麻烦。旁边有一个坐的可以上厕所的，我就直接坐在那边上厕所，就行动式的那种。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要帮我处理。我那时候一般人大概400-500多就晕倒了，那我1266才进去。怎么会让自己那么高？那些人突然头很渴，喝各种解渴的饮料都没有办法，然后就一直喝很多糖分的，喝各种果汁，手摇饮。对，最高纪录一天喝几杯？10-20杯吧，我就买各牌子饮料来喝啊，精致糖点也吃，什么舒芙蕾什么都吃啊，才会这样。糖尿病如果很严重，是要洗肾截肢的。我知道那个是没有控制好，我有问过医生我会那样吗？他说你不会，因为你都有在控制。你有住在一起吗？没有没有没有，他住他家，我住我家。但你现在的房子是他付的？嗯，就是算是他买花付的啦。每个月多少钱租金？40000块啊。就是正常的价钱。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住在一起？嗯，因为我们两个还没有到恋人那里，就是先当好朋友啊，以后再说啊，不要那么快就是又在一起，这样月子楼就太快在一起，太快结婚了，太快离婚了，我不想要再来一次了。